恶魔来了，身穿招牌橘色演奏服为高雄带来橘色巨浪。结合舞蹈动作，踢腿转圈变换队形，一边还要扛着沉重乐器维持灿烂笑容。日本京都局高校吹奏部以傲人体力跟快节奏演出闻名。今年橘色恶魔国庆已经受邀来台一次，这一次高雄快闪更让粉丝一大早就来卡位，现场涌入超过80,000人。只有在电视上看过，我今天来高雄感受一下橘色恶魔现场的魅力。手举应援手牌，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。高雄在地五所学校，雄中、雄女、雄商、中正预校跟树德家商也都参与前面暖场表演。橘色恶魔席卷港都，五首快节奏演出曲目，也让现场气氛还翻天。三选图文全国无线高雄报道。